Thank you.
今天做了一个比较冒险的演出，对，来给大家讲讲吧。这次主要是那个用那个 mannequins 的一些模块，然后还用到一个 mesh make noise 的 mesh，
然后 Make Notes 这个 Maps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，它功能特别多，但是我用了它一个，就是它有一个触发，然后可以给一个时钟，可以理解为时钟作为一个信号源，然后我用那个 Mannequins 的 Mangloof， 因为我有两块 Mangloof， 然后有一块我给它用，就是它自己的波形，用通过一个 OC 的一个那个就是量化来让它把这个波形塑造成音类似于音序的，但是我又可以通过这个mesh 来调制一下它这个输入的线路和它的一些，就是快，第一，一个是快慢，第二一个是它那个无序的一个内容。然后另外就是出声的主要是有两个，一个是Mannequins 的 Sis Sweater， 就那个三姐妹，然后做了一个 pin， 然后另外一个 Mangloof 来作为一个主震荡器来一直出一个声，然后还有一个采样来记录特别短的一些声音，但是我只记录了几个毫秒，然后一直在铺底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加了一块 OTO 的混响，虽然这次可能有点那啥，演的跟我以往完全不一样，就是这次偏实验，因为就是这几年生活状态和那个就是已经不太想那么爽了，就是想整点不爽的，让人不爽的，自己也不爽，大家都不爽。行，谢谢。好，说得好。对，接下来是我们另外一个，就是应该。